竹编制成的竹拿，是早年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提篮。关于竹篮本身的形制，外观为圆口、直身以及六角底座的器形，在编织的手法上，先从篮底以竹篾编起，采取三角孔边的镂空方式，渐次性的编织成器。篮底部分又以三根竹片采米字形交叉而更加稳固，口圆的部分则以细长的竹片螺旋成圈形之后加以收编。至于竹篮的提梁，是以五片的竹片横过底座，再从竹篮的颈身穿出，然后合并成拱形提把，并以藤皮捆绑加以固定。位于提梁的正中，还以藤皮编组成圈形，作为可供悬吊的细孔。有关竹篮用途相当广泛，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食物或物品的储存。